瓦卡，你见过毁灭世界的婴儿吗？毁灭世界的婴儿？神秘网友，你是不是疯了哟？你家婴儿是奥特曼还是小怪兽啊？难道还能长得比大楼还高？兄弟们，你们看看这图，这到底是不是 P 的呀？不会又是什么沙雕游戏吧？哎，那咱们现在就去试试看啊！进入游戏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告诉我这玩意儿能毁灭世界？兄弟们，你们不会真的相信吧？信的可以来个长按点赞啊！这期点赞过万，下期火速更新。干了，兄弟们！臣妾做不到啊！仔细一看，这他喵连脖子都没有啊！你在等着什么？这俩大眼珠子瞪的，还有这血盆大口，我要吃。行吧，看来是给孩子饿坏了，那先给他找点吃的啊，正好前面有个大汉堡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去，这汉堡比我都大，这婴儿能吃下去吗？拿来吧你！好家伙，一口就没了。吃个汉堡，我体重多了3磅。这边还有不少吃的，隔着这么远呢，直接就吃了，暴风吸入是吧？了不了不？死贵。那这床上的能吃到吗？好像跳不上去啊。哦吼！啊，这婴儿还能浮空？再让我试试看。要不就承认了吧？你到底是哪颗星球的产物啊？哇！爽的一批，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体重增加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学习技能，先学一个翻滚技能，赶紧来试一下。可以啊，这可比爬快多了，搭配这个浮空术，这家里就没有我吃不到的饭。我来，给你个大嘴巴。哎，这扫地机器人，我又不是垃圾，你扫我干嘛？被撞一下损失了不少体重啊。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我打你妈卖灰。哎，这个扫地机又在这儿，想跑门都没有。坏了，又被发现了。哎，我跳，怎么样？打不着了吧？打我笨蛋！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可以看到啊，家里好吃的是真不少。吃了一圈下来，我的体重已经54磅了。这里好像跳不上去啊，有没有人来帮帮我？我来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服了，这扫地机，等我长大绝对把你拆了当洗脚盆。哎哎，妈呀，刚刚这是什么灵异事件吗？没想到吧，老铁。兄弟们，这孩子越看越诡异啊。开朗网友、电摇大军、各位观众老爷们，你们都在的吧？赶紧评论区集合保护我一下啊。然而这家里的东西很快就被我给吃空了，那只能去外面的花花世界看看了。来了，老弟。你别搞我，求你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不是，你这手里什么玩意儿？我还是个婴儿，下手能不能轻点儿？行，我看你是没完了，直接反手学个攻击技能，你看我怎么收拾。炸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行吧，看来家里是容不下我了。正当我计划如何流浪街头，后面突然来了个熊孩子，一上来就是个大逼兜，一个逼门逼门。好家伙，打完还想跑，这我能放过你吗？我好像追不上啊，那这次就先放过你了。既然都流浪了，去垃圾桶找点剩饭应该是很合理了啊。这垃圾场的伙食还真不赖，这里居然也有汉堡，这个垃圾袋好像也能吃。我去，吃个垃圾袋长这么多体重，这还没过多久我就已经80磅了。我又来了。好家伙，自个儿送上门了，正好试试我学的新技能。一旦没有看记录，别吹了哥，你不行。快走。后面呢，我一边在垃圾堆里找吃的，一边教训欺负我的熊孩子，顺便还扫荡了一家百货超市。这地儿妥妥的人间天堂啊。不说了兄弟们，干饭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兄弟们快看，我现在已经变得和熊孩子差不多大了。刚才学的翻滚攻击和翻滚吞噬技能正好派上用场，一个翻滚攻击直接就能把它吃掉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别想跑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婴儿了吧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。究竟挖卡能不能变成毁灭世界的巨型婴儿呢？让我们下期再来揭晓吧！点赞过万，下期火速更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